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，它这个是也是我们神经内科的急症，一般呢它起病还是比较迅速的，它就是在一个突然的状态下迅速出现一个神经功能的缺损，或者是视网膜功能缺损，有些比如有些病人他出现肢体瘫痪，一下子讲话讲不清楚了，或者一边肢体麻木，或者是出现这种头晕，严重的头晕，或者是这种甚至于摔在走路走不稳摔倒在地上，它的时间呢一般是持续的时间呢一般是在一个小时之内，85%的病人呢他其实是在15分钟之内就能够迅速好转了，极少极少个病人呢他会就是说一直持续到就是说24小时，基本上很少。如果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呢，就是一般是不遗留，就是很明显就是不遗留任何的一。